张东成近日现身上海为新书签售，而适逢圣诞工作，大东显然也心情大好，与台下的粉丝互飙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哎，你们可以教我一下圣诞快乐的上海话怎么讲吗？圣诞快乐，你们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山东话，山东话，农是什么？农啊，农快乐吗？是农活吗？农活吗？三家与我好不好？农好可爱，啊，农老贵，这句话，农老贵是农，我老贵是农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我喜欢这一句。龙华不行动，是吧？我很喜欢你。好。